本节目由90玩具 Portal Store 赞助播出。有玩 PTCGL 的线民可以到 Portal Store 购买序号，输入代码 Skyline 可以享 5% 折扣哦。Hello， 大家好，我是天线。今天的单元是新卡情报三分钟，其实就是报各式的新卡版本，用约莫三分钟时间来细说新卡的用途哪些。虽然今天可能不止三分钟了，上周末日本京都 CL 发布了狂野之力异度审判的新卡情报，让宝可梦卡牌的故事线向前推进至更多的被妙种，也同时颁布了新的起始组合古代固勒顿与未来密勒顿。我们先来看看狂野之力的古代标签。那么在进入正题之前，还没订的帮忙订一下吧。会员机制开启了，若想提前知道大量发展的卡片，可以加入来观看会员的文章。一破空焰一颗死，古代标签 HB 230火属性基础宝可梦，第一招一火一五打60，第二招烈火暴震两火一五打260。这只宝可梦直到离开战斗场为止，无法使用烈火暴震。换一个方式叙述下位和无法使用招式的状态，不知道是方便新手训练家了解，还是有新的卡片能配合。260的伤害可搭配讲究要带真伤，或蒙二菇加光喜吹大拿拉的中毒30来到290，能量需求3的话，可手贴加奥林博士的气魄。再加上能量转移或浓岩的瀑布深潭 ，HP 230配合趋近能量古代来到290。虽然浓岩的瀑布深潭会少那20有点尴尬，看是要主打多扛一圈，还是290的输出喽。二波荡水叶科士。古代标签 HP 220水属性基础宝可梦，特性这只宝可梦使用招式的伤害不计算对手沾到宝可梦身上的附加效果，招式一锤两五打基本120，若对手沾到宝可梦处于特殊状态则增加120点伤害，一般不计算附加效果的能力都做在招式上。这边选择特性算是小小的限制，一方面让巨犬螳螂这类的伤害量增加，另一方面也有被消除特性的机会。而招式看来是有特殊状态的话达到240，搭配蒙二菇跟光辉喜鹊大拿拉的话是270，再加个活力头带则有280，刚好及格。虽然三颗能量看似有点多，但只绑一水剩下两物的话，活用程度还是蛮大的，也让水属性多一张可突破迷你 Q 这类的宝可梦。三猛雷谷叶科士，古代标签 HP 240龙属性基础宝可梦，第一招一五可以使用将自己手牌全部丢弃，从牌库抽出6张卡。第二招一雷一斗，将自己场上宝可梦附加的任意数量基本能量丢弃，造成其张数乘以70点伤害。嗯哼，我原本很期待猛雷谷可出雷属性的，可惜的是龙属性。不过往好处想 ，HP 高达240的它，贴附区域能量古代来到300，加上本身是龙属性，无弱点来说非常有看头，应该是狂野之力的重点宝可梦。一雷一斗可丢弃场上能量拿一颗打70，虽然要雷跟豆的两种属性，不过一颗能量比雷丘 V 硬生生多了10，丢弃四颗可打出280。在古代有叉铁皮叶科石的加持下，中后期能有蛮稳定的输出。四正义法，古代标签 HP 90超属性基础宝可梦，特性暗夜正义，只要这只宝可梦在战斗场，对手战斗宝可梦的特性暗夜正义除外，全部消除。招式三五打90，将两个伤害指数以任意方式放置于对手背在宝可梦身上，又一消除特性的宝可梦，不过只消除对手战斗场的宝可梦特性，主要可封印花料缓缓顺步，不用进化，加上贴附区间能量古代 HP 能用150，招式本身也有90，加放置两个伤害指示物，体质上还算不错。五探险家的前导。古代标签支援者，查看自己牌库上方6张卡，选择其中2张卡加入手牌，将剩余卡片丢到弃牌区。其实就是拥有古代标签的哈普乌，支撑其糖果的训练家有福了。以往除了猪贝跟派帕外，部分会选用阿克罗马的实验，直接性的将牌库上方的卡加入手牌，增加拿到神奇糖果或宝可梦的几率。但他毕竟会将剩余的卡放猪，但血浆的全导率到弃牌区的话，除了能堆叠基本能量，也能使用厉害钓竿来回收宝可梦。六新冲天能量 ，Aspect 特殊能量，只要这张卡附于宝可梦身上，视为一个无色能量；附于二阶进化宝可梦身上，视为两个所有属性能量。Aspect 是复刻的规则，有点像光辉宝可梦的机制，整副牌只能选择一张 Aspect 来放。拥有着强大无比的能力，收入在狂野之力的则是这张新冲天能量，贴附在二阶宝可梦视为两个所有属性能量，相较反转能量不限制规则跟奖赏卡比对方多。如果宝可梦是二阶的 EX， 能量需求也要2颗以上的话可选用。苦冲猫收入的卡片看完了，接着看到起始组合古代固勒顿的卡片。一固勒顿 EX。
古代标签 HB230 龙属性基础宝可梦，第一招两物打基本20，增加这只宝可梦身上放置的伤害指数数量乘以10点伤害。第二招一火两斗打280，这只宝可梦也受到60点伤害。智商60看起来有点多，但驱精能量古代刚好补上这60，让这280的伤害打出去相当值得。二熊尾牙，古代标签 HP140 斗属性基础宝可梦，第一招一斗一物打30，第二招一斗两物打基本80。若自己的备战区宝可梦身上有放置伤害指示物，则增加80点伤害。如果以嘟嘟力作为抽率的话，能投入作为一张奖赏卡打手。三沙铁皮，古代标签 HB140 斗属性基础宝可梦，第一招一斗打基本20，若自己场上的能量有3颗以上，则增加70点伤害。这个招式不计算弱点。第二招一斗一物打60，一颗斗能就能输出的打手，用140的 HP 贴附驱进能量古代可达200，可简单使用手贴加奥林博士的气魄达成，是张很有潜力的小打手。四吼叫尾，古代标签 HP90 超属性基础宝可梦，第一招义务可以使用，将自己备战区一只古代的宝可梦恢复100点 HP。第二招两无打40，古代宝可梦都可贴附驱精能量古代，增加60 HP， 说不定未来会有这张卡发挥的时机。五大师球。SPAC 物品卡，从自己牌库选择一张宝可梦卡，再给对手看过后加入手牌，并且重洗牌库。这张在黑白时期登场过，浅显一同必抓一只宝可梦的物品卡。如果你的牌型不知道选什么 SPAC 的好选择之一，同样也有收录在骑士组合未来密勒顿中。好的，今天的介绍有点多，你有觉得漏掉什么吗？你最看好狂野之力哪张卡呢？都欢迎留言在讨论。喜欢影片的话，可以帮我赞拜托，新观众也记得订阅支持哦。影片结束，拜。